收左手那颗，我就是我现在左手是白色的车轮，好收回来之后，请你把白色的推回到右手，就是像他刚刚做的那样，哦，他刚做的那样就对了，请你把左手那颗推回来，左手是白色，收的时候推回来到右手，好，这是最基本最基本的，我们需要的前置动作。我问学长，学那个你们会小凤吗？会。好，那大的呢？会吗？会。好，那等一下，有没有人会电风扇但不会小凤？好，一个，好，再往下。好，那我就顺便讲一下。白色左手放回来，到右手的时候直接放掉。好，那这个的基本动作，它从一刻里开始练，左节推出去，推过来右手放掉，推，放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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推。你们有办法做动作吗？可以好，都可以。可以吗？看起来有点情绪。好，没问题。好，那等一下呢？哦，我先讲哦，小放连续接到一样五个。哦，可以的，你就这样子，这样子，这样子，这样子。啊，不行的，你就做这样子回来。开，然后再做一次，一样也是这样也是可以的。好，再来，我讲大放。好，一样抓左手这一颗，先把一个外节往上推。好，抓一个外节往上推，然后左手到位。外节往上推，抓一个外节往上推，然后左手绕大圈，左手绕大圈，好，再做一次。好，现在左手是红色，回来抓退上去，好，红色抓退上去。还有什么哪个地方看不懂？